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爆炸声接二连三的传到宪兵队，小秋如热锅蚂蚁，急令部下前去增援，而曾楚南却好整以暇地盯着墙上的日军地图，那上面清晰标注着宪兵队大楼的坐标。鬼子援兵赶至，于显阳受到前后夹击，顿时力不能支。他当机立断，叫其他人撤退，而自己却大胆现身，往另一方向狂奔。炸弹落下，爆炸的气浪将在地下室里审问于显阳的小秋掀翻在地，而曾楚南则与日谍鬼影和汉奸楚汉良同归于尽。狂怒的小秋决定将于显阳就地正法。于显阳驱车狂奔，冲出包围圈。于显阳驱车赶往寒山寺的途中，发现了靖远塞给自己的一封亲笔信。这脚可够结实的，别说这是两颗炸药包，就是绑上一捆也未必能炸断它。那是，晓得为什么叫玉堂桥吗？是因为啊，是苏伦沙场的大老板严玉堂花钱给建的。你说要是不结实的话，那不就等于坏了自己的名声吗？他的名声是好了，我们可就难办了。炸了桥还能拖住鬼影他们一阵子，现在桥炸不了了，就凭我们这十几条枪，怕是连十分钟都拖不住。不会吧，十分钟都顶不住？这里的地形对我们不利，枪声一响，小鬼子支援马上就能到，恐怕十分钟都是多说了。楚子，还记得你之前提起过，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地图绘测技术是世界一流的。相比之下，你们中国的地图简直就是看不懂。确实啊，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你看，你们的地图上，每条河渠都标明了深度和宽度，以及泥沙的深浅度，包括可以涉水的地点以及坐标、经纬度，令人叹为观止。那你知道要绘制这样一幅地图要用多长时间吗？整整五年。也就是说，在五年以前，大日本帝国已经把我们苏州当做了自己的囊中之物。没错，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俗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的真性情终于露出来了。科长阁下，都边军在，马上去海军码头把鬼影先生给我接到这里来。是。报告司令官，我们的飞机将飞越苏州高空，沿着长江直扑武汉。九尾君，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可你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哎，所谓吧，有时候坏就坏在这个名气上。此次若非
楚兄及时相救，我性命难保啊！谢谢。哪里哪里，楚某不过是举手之劳，九尾先生不必挂怀。二位就不要谦虚了，打下武汉，你们都是帝国的英雄。什么情况？报告长官，前方有一辆黄包车拦路，我们正准备把它清掉。去吧，小心戒备。是。军马都放下，干，在皇军眼皮底下撒野，马上集合队伍，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增援。是。初三，嗯，看来有人不想让鬼影军平安到达。为什么？因为和鬼影军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武汉的高级特工，如果这个人一到的话，那个像幽灵一样的金钗就无处遁形了。果真如此？嗯，区区几个亡命之徒竟敢螳臂挡车，不自量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没必要着急，我们就静下心来在这里等着鬼影军的到来。哟西，坐了半天了，有点渴了，有茶吗？当然有，你要喝什么？碧螺春。没问题。全体后撤，原地警戒。听我，听我！哎，郭长官，打得正舒服，怎么不打了？鬼子没上来，节省子弹。
九位先生，不好意思，为了两位的安全着想，还是请两位下车避一避吧。到那个，嘿，开门去吧。嘿，渡边队长，我觉得这帮人是专门冲着我来的。九位先生不必担心，我们这里离宪兵队很近，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不不不，我不是担心自身的安全，我是在想对方的人居然如此的神通广大，我的行程他知道的是一清二楚。是啊，据我所知，两位到此的消息只有小秋科长一个人知道。对了，前两天他去了司令官那里，是不是领事馆那边有人在搞鬼？钦差，一定是那个钦差。初三，事得如今，我们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在下楚南征，华东特务机关特别调查员。你的证件确实是松氏孝良发给你的，但是呢，我相信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是说我脚踩两只船？好马不被双鞍，忠臣不是二主。我虽然比不上周少尔公，但是这点节操还是有的。关键的问题，你效忠的是哪一个主子？不用担心，很快你就会知道了。那我们就等着看好了。队长阁下，我来晚了，原地觐见。是。二位，危险已经解除了，小秋科长还在等着我们，请上车吧。嗨，让二位受惊了。哪里哪里，渡边队长临危不乱，指挥有方，一群跳梁小丑何足挂齿啊。跳梁小丑，快上车！
枪不响了，也许这小子撤出来了。你以为他这是赵子龙啊？单枪匹马，七箭齐出的。我要回去看看，走。等等，你去干什么？我回去看看。我们好不容易冲出了包围圈，再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可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你回去就能把他救出来吗？鬼子的歪八字即将栽在李一枝，回去就等于是送死。 一小队，二小队，两翼包抄。是。三小队，封锁住路口。是。剩下的，给我来。
你们去那边。几点了？再等。楼下了，他们抓住了于显阳。什么？抓住了于显阳？是。ニンニクください。振宇，记录。北纬31°3，东经120°6。致电军委会，立刻轰炸这一坐标。是。好久不见。啊，小军。初三，你好。我把于显阳带回来了。没想到有这么一天。笑什么？中国有个官叫阎魔，他现在就拿着把剑站在你的头顶上，可你却不知道，你说可笑不可笑？可是据我所知，阎王好像不杀日本人。他不杀人，只杀鬼。
是吗？渡边，把他关进地牢，等候司令官的命令，再做处置。给二位接风洗尘，小秋科长。归应军，曾楚南。归应，我们终于见面了。这位是？你可能听说过我的名字，我是国民政府的特派员曾楚南。楚汉良，你也来了。楚南老弟，真没想到能在这个地方遇见你。小秋科长，你曾经问我到底对哪个主子效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效忠的主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40000000同胞。这个回答你满意吗？楚先生，不，曾先生，你真是一条变色龙啊！我真搞不懂，你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你搞不懂不要紧，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金钗是谁吗？你也想知道681的最终下落，你还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留住归影？这些都在我脑子里。很好。如果你把你脑子里的这些交代出来的话，我或许会放过你的。交代？行，我看不必舍近求远，我就在你们宪兵队给你个交代。嗯，听。楚南，楚南老弟。来，韩良兄，跟我坐到一起。韩良兄啊，很久没见，这样叙旧方便。我说楚南，我们毕竟是这里的客人，理应顺从主人的安排。你看，还是不要这样借位为好啊。听我的，就坐这里。韩良啊。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求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吗？因为大汉奸梅祖平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被我们一枪击毙。你，楚三。曾特派员，这场戏你准备演到什么时候？这么精彩的演出，为什么要急着结束呢？休息。接着演下去。按理说，现在我们这出戏的主角应该是鬼影君。如果没有你的那封电报，这场戏的结尾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去设计。什么电报？昨天晚上，在你和楚汉良连夜跋山涉水赶来苏州的时候，我们的681替你给松井司令官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武汉敌机已尽数飞往南昌，城中已无空战力量，明日大胜可期。桂英，你不觉得小秋就算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来不及了吗？你们给我们设计了一个扣弹阵，可惜你没在武汉，你错过了精彩的一幕。司令官阁下，我军飞机才飞至武汉上空，便遭到敌人空军2个大队、67架战机的包围，直到现在还在激战中。
不可能。这60几架飞机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中国的空军主力不是全都飞往南昌了吗？难道鬼影的情报有误？是我，司令官阁下。我刚接到九尾军，证明昨天晚上那封电报不是他本人所发。没错，的确是钦差提供了你们轰炸武汉的情报。钦差这个名字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吧？啊，楚汉良，只可惜你除了知道他是朝鲜泰罗泰的成员之外，其他的你一无所知，甚至连他是男是女你都不知道。没关系，我手里有他的档案，回去一查，水落石出。何必那么麻烦？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金钗是一个女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听听飞机掉下来究竟是什么声音。哎，我怎么看着小丘科长的脸色不太好啊？出事了？我说什么来着？阎王是要杀鬼的，可惜现在不是武汉，这要是在武汉该多好啊！抬头一看，小鬼子的飞。对不起，是你们的飞机，拖着黑黑的大尾巴，一下扎到江面上，再抬头一看，哟，打到翅膀了，变两半了，咣，冒着红红的火光，这真比过年还热闹啊！于先言。你们怎么知道鬼影先生到苏州的时间？又怎么知道他在海军码头上岸？谁告诉你的？你们那个681，不是已经死在狮子口监牢里了吗？我亲眼所见，难道这个也是假的？要说这也不算什么大事，681没死，死的是你那个典狱长。叫黑皮，他不配当中国人，我就把他关在牢房里变鬼了。这么说，那天晚上你也在狮子口？嗯，别说狮子口了，整个苏州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嗯嗯，是来吧，这可是件天大的秘密，打死我也不会说的。但是我看到小丘科长这么着急，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那我就说了啊。你们不是有一个会隐身的鬼影吗？我们也有一个，代号叫老道，他会谋生术，只要一念咒语，别管多厚的墙，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于谢言，我没有时间再跟你废话，如果你再不交代的话，我根本没必要再留着你。
打从南京回来，我这条命就不是我自己的了。我承认，我这次栽了，栽在你们刘八幺的手里。说到六八幺，他让我转告你，你在东北讲武堂欠下的那笔血债也该还了。那你替我转告他，本人欠债太多，容易混淆，要债的话请他亲自来。那倒是，你手上欠的血债太多，我没必要跟你一笔一笔的算。那好，那我们就一次性了结。我也想啊，不过曾先生，等我铲除了金钗这个隐患之后，我就回国养老了，恐怕你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了。那倒未必。听。听什么？嘘，别说话，仔细听。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两个秘密。第一，我深爱着金钗，我绝不允许你们伤害他，为此我不惜一死。第二，鬼影、楚寒良，这出戏结束，你们两个陪着我一起谢幕吧。第三航空大队来电，爷，我轰炸机已经轰炸北纬31°3，东经120°6这一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现已返航。曾楚南有消息吗？还没有。转告委员长，卑职一定全力以赴，不辱使命。曾楚南死了。谁？我不认识这个人。哦，是吗？你当然不认识，因为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楚南征。不可能。难得你还如此的镇定。可是秦子小姐，他
他的尸体现在就停在宪兵队里面，不知道你想不想看一看他的遗容？不了，其实我今天在电话里已经向他道别了，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个人竟然说走就走了。 逝者长已矣，生者尚悲歌。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恶。不好意思，演出结束了。秦子小姐，楚南正。 他的真实身份是武汉的特派员，苏州情报站的站长，还是你的恋人，也是你的同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就是钦差，小秋科长。 如果你有证据，现在就可以抓我。如果没有，对不起，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失陪了。共计有21架战机被敌军击落，其中战斗机11架，轰炸机10架。此外。 曾长官的确是个狠角色，居然叫来轰炸机，在我们头上扔了2颗炸弹。瓦罐难离井口破，将士难免阵前往。这没什么，杀一个够本，杀2颗赚一个。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那位鬼影。 和武汉来的叛徒，也给我们曾长官当垫背了吧？嗯，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落在了你的身上。如果你肯和皇军合作的话，哼，我看还是算了吧。知道我也不会说。看来根本没必要留着你。 哎，不用行了，你不需要这个，你会死在渡边的枪口下。
春雨姑娘，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这里绝非久留之地，大家赶紧收拾一下，马上撤离。 少校，一开始吧，我叫你棺材板，那是因为你老绷着个脸。我现在知道了，那是为了我好。听我一句话，你在战场上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人才，把自己的品性再修炼修炼，将来给我当个将军。 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这是当年我爹把我抱回家的时候，我身上的一块手绢，可能是我亲爹亲娘留给我的唯一一件纪念。大师，哟，阿元来了，哎呦，你来的正好啊，快来看看啊，这是贫僧为了你们小两口准备的贺礼。 和和二仙图，嘿，我还真怕赶织不及呢。这具连夜装裱，到现在还没干透呢。大师，今天的婚礼恐怕办不成了。啊，办不成了？为什么呀？谢阳出事了，他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地牢里了。啊，这是怎么回事？这说来可就话长了。我来，一是为了知会你一声，免得你白跑一趟。第二件事。 是想请你看，这是你写的字。这没错，这正是贫僧手书啊。可，那你再看这个，这个你也认识吧？阿元，这方手帕，你从何处得来？这是谢阳的亲生父母留给他的唯一继任。你是说？ 你是说谢阳，他是我的儿子，谢阳，我的儿啊！
司令官，那个于显阳该怎么处置？要送南京，择日处决。是。卑职听说您过两天就要回国了。是啊。严谨说，之前鬼影军通过外务省给他发了一封密函，委托他让他调查一个叫李青子的朝鲜女人，这一两天就会出结果。小秋科长。是。现在跟我谈这些还有什么意义？这与我回国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司令官，卑职认为这个李青子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捕获的金钗，而金钗很有可能就是一直在你身边的秦子小姐。小秋科长。是。你是个聪明人，有些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关于石碑的事，面对鸠燕王我真是无地自容，而这个秦子却可以调解我和鸠燕王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和那个所谓的金钗毫无关联。如果有，你要毫不留情，立刻斩草除根。是。报告，外面来了一个僧人，自称是寒山寺的住持，说是有要事求见司令官阁下。金元大师，会不会因为石碑的事？那好，去会会这位大和尚。金元大师，贵国有句俗语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大师来此何意？不妨直言。阿弥陀佛，贫僧斗胆，恳请司令官阁下网开一面，放于显阳一条生路。金元大师，你跟这个于显阳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要替他求情呢？贫僧和于施主实则素昧平生，如果一定要扯上干系，那便是贫僧和全城的百姓一样，都敬佩他的英雄肝胆，故而贫僧此番前来也是受了全城百姓所托，望司令官能顺应民意，保全于施主性命。但是此言差矣，孤案近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鬼军所到之处，无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果说到杀人偿命，恐怕连你们这些军人全都算上，也偿还不了你们欠下的累累血债。金元大师，诸子有云：“古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这个于显阳屡屡杀害我军士兵，那么他今日为我所擒，我也绝不会手软。也罢，求情于道无异于问道于盲，贫僧原本就没抱什么指望，既然如此，那贫僧就退而求其次，我宁用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作为交换条件，不知司令官阁下意下如何呢？莫非那块石碑又回到了大师的手上？正是。据贫僧所知，魏国的朝香公鸠燕王一直对这块石碑是垂涎三尺，难道说我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还不足以换来一个普通中国士兵的性命吗？好吧，如果大师愿意献出这块石碑，那么我可以下令饶于显阳不死，改为押送南京，长期监禁。善哉善哉，
为救人一命，贫僧也只能忍痛割爱了。很好，明天上午9点，玉堂桥，你交出尸碑，我送于县阳去南京。一言为定。嫂子，哎呦，阿宝兄弟啊，怎么了？急得一头汗。哎、来来来，快坐下喝点水。哎，嫂子，水就不喝了。我出来的比较急，马上还得回去。你跟掌柜的说，鬼子要把于大哥转移到南京去，就定在明天上午九点钟，玉堂桥码头。我先走了。师父，这是钱师父刻的那块碑，日本人能认出来。大师，人家都说鬼子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就怕你东西给他们了，可到头来还是没保住于大哥的性命。连你这小沙弥都晓得的道理，为师我又怎会不知啊？那你这么做岂不是多此一举？长空长明，坐在。你们两个性子持重，办事稳妥，为师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两个。师父请吩咐。不解甚思量，只道求佛难，回心即是佛，莫向外头看。我与他不会，他与我不言。未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你们两个能领悟到寒山大师的诗中真意，为师心中甚感欣慰啊。你们两个听好，倘若为师不在时，你们务必要约束同门师弟，纵使外面邪魔当道，也要心存清明，恪守本分。记住，只要一缕香火不绝，我寒山寺必有光大之日。谨遵师父法旨。长空长明，在。你们两个带领众师弟把这块碑送往师父的禅房吧。是。什么好讲的呀？打呀！一旦到了南京，人就没了。打是一定要打的，可我们要想的再周全一些嘛。昨天我们在玉堂桥已经折腾了一趟了，这鬼子一定会戒备森严。结果老弟啊，别的我不说了，刀会这帮兄弟，你来指挥。哪怕刀山火海，只要你一声令下。是啊，郭掌柜，打吧。那我也去。你去干什么？你去干什么？我要去救显阳。万一要是不成，我要跟他死在一起。哎，郭掌柜，都准备好了。你的早餐。啊，青子小姐，有件事要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这个房间任何人不得进入，包括你在内。知道了。还有，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后天动身去南京。在此期间，你不能离开领事馆。我明白了。
二楼要加强警戒，任何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 是。 给秦子配备警卫，不准他离开这栋大楼。遵命。真是漂亮啊！可惜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你们抢来的。嗯，我这都是要上路的人了，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给我送行啊！哼，不过也没有发现很隆重，知道为什么那么隆重吗？ 我们俩就别卖关子了吧。也是，第一呢，确实是为你送行；第二呢，我们要迎接石碑。寒山寺那块石碑，还有哪块石碑？余先生，真没想到你的命这么值钱，能为我们换来这块价值连城又让我头痛不已的石碑。这样。 我为那个石碑定做了一个盒子，为了表示对你的谢意，我也会为你定做一口上好的棺材。哼，你还真是客气啊，汤会长。你是鉴定专家，把你请来就是要借你这双火眼金睛，帮我鉴别一下这块石碑的真伪。在下一定鉴定，一定鉴定。不要再像上次那样闹笑话了。哎，好。 我们走吧。靖远大使，果然言而有信，说到做到。阿弥陀佛，那就看司令官阁下是否也信守承诺了。<笑>大使尽管放心，于先扬我带来了。阁下请看，石碑在此。 喂，大师，这是要干什么呀？老灵柩，其实靖远大师他是……大师是什么？嗯，没什么。 大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松井司令官，贫僧还想和于师主说几句话。没有问题。小邱科长，在，把于先阳带过来。嘿，走了，得快。 大师，你们说吧。大师，你上了小鬼子的当了，他们说是给我拉到南京去，有可能半路上就给我毙了。你害死我了，害死我！你这就要给我超度啊？打开。 海嫂，我只想告诉你，你是好样的，你爹娘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嗨，大师，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我爹娘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那我告诉你，你娘啊，她不但人长得好看，她贤惠、善良又心灵手巧。大师。 你就别安慰我了，你对我的这份情谊，我感谢你。我于显阳这条小命算不得什么。司令官阁下，嗯，这论碑刻而言呢，这的确是原碑刻者唐仁斋所刻的。很好，很好。可是，在接碑仪式上那个假碑，那是唐仁斋的嫡孙弟子，前本初所刻。那功夫啊，可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啊，那刀法跟这个刀法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所以呢，在下有点吃不准了，吃不准。你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我很不满意。我再仔细看看，我再仔细看看。不过就是可惜了那块石碑了。你要相信我，这块手帕就是你娘亲手所绣，你一定要保管好它。这块手帕我已经给了阿元了，怎么在你这里啊？景元大师，你们说好了没有？麻烦你过来一下。司令官阁下可是想问贫僧如何辨别这块石碑的真伪？是的，司令官阁下也许忘了，关于这块石碑有这样几句咒语。咒云：凡刻此碑者，谢此碑者，祭此碑者，皆痴狂心乱，必将军刑。不过困难，居然进法场了。小心科长，快命你的人打开于咸阳的手铐脚镣。大师，你可是出家人，不要轻举妄动。我佛慈悲，有怒目金刚，你若再不依言照办，此刻便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哼，我答应你，放。这大和尚真是疯了。走，全体准备，准备，大家都瞄准一点，不要伤到大师和于咸阳。别动啊，退后。但是冷静，都别动啊。大师，干得好，带老鬼子上车。走，退后。于咸阳，退后。走，上车，快！打开车门，别动。小邱科长，放松些，快打开车门，做好你要做的事，快！阁下，这些和尚该怎么处置啊？全部给我杀掉！太君，是靖远一个人干的，跟我没关系啊！哎呀，那碑是假的！常德，你这个贪生怕死之辈，平时师父是怎么教我们的？真的呢？在寒山寺，我带你们去。天可怜见，和你相处甚久，竟不知你便是我那失散多年的孩儿。30年前，为父留学归来，与你娘一见钟情，遂定终身。
岂料本地恶豪觊觎我余家祖业，进而编织罪名，将为父打入大牢。及至出狱，方知你娘重病不治，所生孩儿亦被仇家卖与人贩，从此下落不明。为父经此事变，万念俱灰，遂于寒山寺落发为僧。为父虽已出家，但老牛舐犊之情却与天下父母一般无异。今日京西吾儿为日寇所掳，性命危在旦夕，为父心急如焚，决意拼却生死，也要护你周全。怎么就不能早些？怎么就不能早些啊？怎么就不能早些啊？怎么会？先生，我的儿啊！纵然千刀万剐，为父亦甘受不辞，但求吾儿坦荡做人，一生无愧天地，从此平安喜乐。戊寅年4月初1日，父子。